喂，老板，慢一点吧。哎，九哥，别下去，九哥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的，让他升起来先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大家看到没？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吵。先听到，拿个桶来。志强，差不多了吧？再升高一点点。再高一点点吧。志强，爸爸。好好好，别说话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爸爸，我可以上来吗？可以吗，老板？哦，哎，这个鸟飞上去，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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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个鸽子会不会送信啊？会呀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你养这么多鸽子是送信的吗？是啊，信鸽。哦，信鸽。哎呀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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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个一手一扒起来就行了。哎。你放料都用不着，有啊，我还豆腐哎，啱啱用我见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小劲小劲小劲，小劲那个小劲的，快了，还差一点点，志强还差一点点，快了，快。老板，以后抓鱼也要叫美女来吧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了个玉林的九哥。九哥呢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帅哥，他手上有资源了，美女的资源大把多，所以呢，九哥绝对是一个人物来的，人物传奇。他说我们的基地呢要引进1000多个美女，这边的抓鱼啊、洗厕所啊、洗鞋啊都是。叫美女来洗，不能超过20岁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九哥已经跟我们说了，我也期望是真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九哥，好吧。好，包哥。哎，你这条江啊，一定要重新的打造啊。这样啊？对对对。要全部要搞漂亮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哦、我帮你。对。好的，迟早的问题一定要搞的。嗯，对对对。小心吧，别掉下水里吧，里边好多鱼的。全都是土货。慢点吧，现在要过山过水吧。哎，过窝吧，过坑坑洼洼。对对对。啊，中间那个已经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中间那一坑，它越来越起的呢。有大货了，这一次。我要不要走前面的？一边起一边放就行了，起起要放放，起起要落落，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把船条跳过那边去，船尾向船头，换一下位置啊。这个时候肯定有大鱼的。嗯，慢一点。哎，弄着嘛，跟要啊，一个小洞无所谓的。哇哇哇哇！志强哥，你脚那里都有鱼呢。哎，上来一条了。不要。去那边玩行吗？不行。那边吗？不行啊。爸爸，我还在这里啊。如果等下你摔下去，不要去那里。嗯、一条都跑不掉，一边拉一边放啊。慢点起，爸爸。一边拉一边放。爸爸，你在那里捡垃圾吗？上面。不能捡。你怕那有蛇？哦呦呦呦，有条太货喂。哦。爸爸。有条大货。哎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起来去吧。行了，去吧。妈，一边行一边来一边放啊！上去了，你们上去了，去。我可别莫来得慌了不？一边拉一边放。
一边拉一边放，把中间不会让它到中间跑了，拉高一点去。我不会下海的，好吗？不会下也不行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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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个是你的？哪个是你的？大那个是大，那个是弟弟的。你是王子聪啊！啊，滴滴滴滴。哦，他吃我了。哦，滴滴。要玩要玩。不叫你过来打的。哦，他有大号啊，这边。啊，在这边收过去。喂，浅啊，这个。我起来了啊。我们看，慢慢走吧，慢一点。喝不到。哎呦呦！等住，小心。嗯。好。